这里是来自 Walking Dead 的杨和苏 KNG， 也是去年的总冠军团队一席之地的联盟发起人。今天我将依旧带着我的兄弟们继续攀登巅峰，无论是旋律还是快手，我管你 old school 还是硬核，都不如我的 verse 让人沉醉。 Bro， 请你们通通让位，因为巅峰放的是我的王位。 Yo what up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热 Air。玩说唱从过去走到今天，去年的我已经拥有了一席之地，今年期待与 DMG 一起再接再厉，在这里等你。又就是早安，来自 DMG。 去年巅峰对决初来乍到，孤军奋战，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让我 buff 叠加，一路狂飙，在说唱巅峰拿下了冠军联盟，留下了一席之地。今年我将继续用音乐舞台证明实力，向卫冕冠军的巅峰奇迹发力。早安，祝你一路平安。由爱奇艺自制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终于在今天正式宣布选手名单啦！除了去年的冠军战队一席之地联盟的艾热、早安、杨和苏、艾弗杰尼、黄旭、纳武克勒、欧阳靖还有 VAVA 也都不缺席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顽童 MJ116 三位成员也宣布热血加盟，准备进行一场 rapper 界的超强厮杀。Hey what's up guys， 这是E-Soul瘦子。我之所以在这里呢，是因为我生活实在太无聊了，想来这边感受一下大家的热血，顺便交到新朋友。你也不用太理我，我只是个吃瓜仔。Do your thing， 期待你的表演。Let's get it。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穆塔，说唱是我的兴趣，吃遍大江南北是我的主业。胖胖的兄弟姐妹们，吃胖是我们的本事，又没拿别人家米吃，假爸鬼才能礼尚往来。虾块，我是小春 Kenzie。2004年到今天，说唱的道路我从未停歇，一直抱着学习的态度，打好自己的基础。一步步踏实地走向说唱领域的最高处，请大家期待我的表现，巅峰见。